通过带回去嘛，带回去噻。装蒜留在家中嘛，通过带回去。假黄豆，我去假黄豆去。今晚看我的。超儿，你村子里放笼子是没事的。对。知道了。五哥说：“哎呀，当个不凉的呀。”这个不是我的吗？你看，你们小李家也是，然后你们家哪个？为什么不买个冰铁马是宝的，感谢团长送的召唤咒。要多少？一个。召唤咒是啥子？大嘴。我没有嘛，大哥，谁还在这儿呢？你看嘛，在这儿呢。哎，我口渴咋的，五哥？你是不晓得，没水喝。感谢团长说的召唤咒，就是上次团长砍到龙的那个。你看嘛，你看嘛，有，还有，你看呢，看呢，有，对不对？看呢。就是上次团长砍到那个的，你记得不？海狗，就是砍到那个暗影青龙的那个玩意儿，就是用召唤咒造的。没有，还有满的里面，把我头灯给我拿一下，海狗。我去拿一下头灯，我们去搅黄山。在哪儿呀？啊？啥子？什么是头灯？啊，这里的，你到后面去拿桶子去，把桶子木夹子拔出来。Let's go！ 你凭自穿个那个弄个水用？好亮啊！哎。我充了多少电呢？走走走走走。